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到台东当助选员，替党籍立委参选员黄建斌助选，承诺会在立法院与花东立委争取打通国道六号，改善花莲以及台东的交通。国道六号打穿中央山脉进来，就是上花莲下台东，整个东台湾西台湾就连成一条线，只有28公里。我今天从云林开车过来要5个小时，将来我可能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要发财，要赚钱，先修路啊！韩国瑜名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第一位，昨天下午在台东一连出席了3场竞选活动。他表示，未来会积极争取打通国道6号28公里道路，从南投延伸到花莲，加上全岛高速铁路联网，让整个地区可以全部繁荣。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到了台东，为党籍平地原住民立委参选人黄仁站台。